什么？没有吃早餐哦。要知道，吃早餐是一件很 rock 的事。老师，音乐请下。我决定每天都要吃早餐。好，吃完早餐，我要去练吉他了，拜。Ubisoft 日前宣布，即将在今年10月推出的《摇滚史密斯2014》，除了将带来全新乐团模式，并且首次在 Mac 平台登场，透过产品同捆的音源连接线，任何具备标准1/4寸插孔的真实吉他或是贝斯都能接上家用主机或电脑。官方同时确认，本作将向傻相融摇滚史密斯主城市当中的那件歌单，也就是说，曾经购买前作的玩家可在摇滚史密斯2014中玩到摇滚史密斯当中的曲目，玩家在前作中所选购置额外追加曲目也可在相同平台上转移至新作中使用。摇滚史密斯2014今年10月将于 PS3、Xbox 360、Windows PC、Mac 平台上市，快组团一起摇滚吧！